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南无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啊，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南无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南无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和注》第372页最后一行，对第三句看起啊，啊，六戒自在，菩萨性戒成就，令示现种种色身，演说妙法，无障无碍呀。啊，对这句看起，本经的原文是无法主宰。啊，经文是一句。有一切法理的最性主宰过，两类的注解完全引用华严经上的十种主宰，这十种主宰在本经拢总具足。所以古代的为本经，这是中本的华严，当年梅光禧居士甲回一本，写一篇长书，写得真好，介绍这部经，古来呀，祖师大德，用经典。因为这个讲法无错误，华严是大经，所以说啊，本经是中本，文字的分量大幅度的缩减，啊，全经所讲的内容。跟华严拢同款，那佫较简洁的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啊，这三部经其实都是一部经，大本、中本、小本，小本编有修持，一般人用伊来做。杂含课
所以呢，我过去学华严，用十几年的时间，讲全经，我学清凉大师的所抄，嘛参考李中家的合论。学到祖祖这合神以后的祖祖祖祖完我就停下来了，一共用了4000多小时。那巩固东西一个人进多，每天学习两小时，专精大概有1/5，4000多小时，那估计这部经对头到尾全部讲下来需要20000小时啊。现在的这社会，啥人有这长的时间来听一部华严经？难啊，太难了。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这部经那现在用黄念老的集注，内容非常丰富。啊，对头到尾讲一遍，标准的时间是1200小时。一天讲4小时，来讲满300天。啊，咱这是第四次，第四次这摆讲较详细啊，因为咱无咧赶进度，咱那是专精。就做的内底，就做内底真多是经文，像咱即个念的遮大段《华严经》的经文，啊，祖师大德的开始，拢是最精彩的。那念到拢总个抄伫即个，无容易啊！也读这部集注呢？都定有读了193种经论的祖师的著述，古代的相信也不是真古啊，近代已经往生做古人了。像夏莲公问伊讲起其事，这些人呢，因看到这部经，无一个未赞叹的，也几乎从肯定世尊发灭的时阵。释迦牟尼佛的法文12000年，12000年了后，咱伫12000年当中啊，今年是3041年，哇！一句话讲，后边要有9000年啊，
啊，我请你了后，释迦牟尼的法在地球上消失了，拢无存在了。最后也有这部经，我相信就是咱现在用的这部经，这个注解，搁留一百年。然后一百年过了后，这个经也无去了。啊，在这个时阵，会听到这个经呢，会念一句佛号呢，真心，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拢会来接应。慈悲到极处咯，这部经的内容在讲什么呢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所讲的五句话。清净之谈，啊，达理达故是自性流露出来。慧能大师开悟，也是对自性内面流露出来五句啊。啊，自性是甚么款呢？自性是清净呢？将来无念有记，本自清净，不生不灭。伊无生灭啊！伊是甚么款呢？伊是上直光。啊，虽然是一片光明。什么拢无？未当讲伊无啊？为什么伊啊本自苦寂？啊，苦寂什么？苦寂整个宇宙一项都无欠，伊若欠一项，就显未出来。宇宙上会当显出来，拢嘛是自性本自苦寂，所以。佛地经常常在讲，心外无法，心就是自性，自性以外无一法。那法无论啊是真是妄，是正是邪，是念是精，是善是恶，全拢是自性。本自苦寂的，也甲咱显现出来，一真法界都是叫做世界，所以叫做世界，咱有分啊，是咱家己的自性变现出来。啊，自性是共款的啊！伊找诸佛，甲伊找众生，拢共款。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啊，一发心。迄、那个三世佛，咱啊拢在其中。啊，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众生拢嘛是未来佛。啥人知影？佛知影，菩萨知影。啊，咱对一切的众生，敢未恭敬呢？
啊，敬众生原来是敬家己啊，是敬家己的性德。所以呢，演化界、虚空界，甲我是什么呢？一体啊。这就是所谓宗教学术，拢无大乘佛法讲个遮清楚、遮明了啊。佛法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一定要知影，终极啊，都是回归自性。就是啊，禅宗所讲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咱念佛法门嘛是以这个为终极目标。啊，目标共款，所以法门平等，唯有高下。非凡世间法门，门门拢会帮助你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无量法门嘛是安尼。啊，敢无需要学经教？无一定需要，学习经教是八万四千法门内面的一种。啊，对什么人讲？对知识分子讲，知识分子就爱读书，爱学。用这方法，啊！你看，对唔捌字、无缘分读书进学校，用这个法门啊上好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还很好想甲咱做榜样。你无读过书，唔捌字。伊是毋是有明心见性咧？有啊！你详细看迄个功德啊，真明显，伊无讲，为甚无讲？世界因缘无共，啊，伊若是伫释迦牟尼佛迄时阵出现，伊就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拢同款，啊，出世伫佛的时代，因一般拢是以顶格身份出现，真像文殊普贤、观音世子这个顶格菩萨，用这身份出现。也拿公一时个慧能大师同时代，伊嘛是啊祖师的身份出现，但是先伫今仔日咧，今仔日是乱世啊，都无可能咧。所以伊甲咱实现咧，老实念佛，最好的榜样啊。啊！现在一般人，多些人无爱健康呢，多些人无想要长寿，多些人无想要有智慧呢，还个人实现咯，念佛就会得到健康，念佛就会长寿，也做互你看。112岁，无需要人照顾，家己照顾家己。有当时还佫照顾别人，然后弄清楚，思想啊，敏捷。心地善良、慈悲，
无怨恨，无恶念。啊，看到伊个迄款呢，真贫苦，非常清苦，但是啊，自在快乐啊。生活完全是靠家己，有土就有财啊，土是国家的啊，皇帝无人去开啊，伊去开的方，真了不起啊！伊开了14片的皇帝啊，总面积100多亩。这个人静坐，种粮食，种青菜，种果子，丰收啊！伊无摕去卖啊，啊，家己食的当然要有真多啊，存落来，送互善恰人，都是为无通食的啦。无通穿呢，伊拢照顾。伊无所有，你看伊双手拢会生财啊，生财有道。也有今年大概政府赈灾，伊啊，村落来粮食。有1200多斤，拢总送予政府。政府大概想要买粮食救灾，伊毋免钱，完全去捐送伊。在布施啊，发布施、微布施、微布施，你甲看这个、救龙啊。啊，龙拢感化咯，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影。我们转世性德啊，从内面心性是平等的啊，一切众生平等，容易看得出来。你无恶念，无恶心，你有道心，伊拄着困难来求你帮助，啊，知影感恩。第二天提一堆野蜜蜂来送伊啊。啊，这个故事都非常感动人啊！啊，你问什么问题，伊拢会甲你回答，这是智慧啊，这是啊，解自在。菩萨的性解成就。性是殊胜，微妙殊胜。你无问伊，唔知影，因为从来无想过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是真心吗？真心起作用是智慧。无论什么问题，你问伊，伊拢甲你有答复。下面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能实现种种色心，确实，因为什么心得多，伊就现什么心。演说妙法，妙在什么所在？契机契利啊，
较有新的会帮助你解决问题。伊咧，伊也无着相啊，若无着相，也无动念头啊。啊，如果伊动念头，伊就毋是佛咯，伊是菩萨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。啊，如果伊是发心菩萨，甲佛共款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随类化心。那化什么心？不是家己的意思，家己无意思，众生心。人家经常讲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地量。众生怀疑什么心，伊就自然现什么心。那伊现的心，众生看到一定欢喜呀。就是啊，众生心内想的迄个关系，就现些心。甲你说法，客气客气，无障碍。第七个，愿自在，愿自在就是清心如意啊。啊，那冤无主宰啊！啊，菩萨虽愿欲无主宰中，应时出现正定正觉啊，无常无碍啊。这个个由梦啊提升到最高的，最高什么？成佛啊！啊！我伫这个佛刹内面实现成佛，有无？有啊！那有机会太多啦！假设迦牟尼佛应化伫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是一个大世界啊！啊，经常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啊单位世界有偌大？我头一摆去北京。访问五年了，我就讲到这个问题。我总认为现在科学昌明，佛讲的单位世界四大部洲。地球属于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，这是代表南瞻部洲不止一个地球啊，是不是以太阳系为中心呢？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太阳系为着苏米山的旋转。亚当的太阳系为着什么在旋转？伊是为着旋转，为着银河系啊！换一句话讲，应该就是银河系的核心、中心点。迄、那个点叫苏米山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在讲啊，银河系中心点是黑洞，黑洞是一种的星体，也有真大的引力，连光都会可以输入去，
这是苏米山。啊，阮河的四面啊，决定啊，唔知这个地球上有人。啊，我相信啊，有人啊，真多啊。啊，咱这是南瞻部洲，咱一小岛，应该都安尼看。这讲会通，这个温和黑是这个单位世界，我们国土所播世界有偌济温和黑呢？一千个温和黑，这是啊一个小世界。然后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啊中千世界。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世界，那三千大千世界偌济阮好些呢？十亿啊！一千乘一千，各乘一千，十亿个啊，阮好些。这是一个佛国土，五祖七中，这是一个刹。这个菜十亿，所以伊迄地咧，迄地人希望看到佛，伊就献佛心啊，立为说法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同款，同时来到这地球上来实现。迄个时阵的印度人。印度人知影讲，也有佛，有菩萨，啊，这个念念念念拢想佛菩萨，会出现，教化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了。那释迦牟尼佛安怎出现呢？现在咱这个弄清楚。当初出生，最初灭尽，因为发心是啊，无所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伊是上集讲，上集讲啊，不生不灭啦、啊，无任何的变化。无生灭的现象啊！伊啊，都伫咧咱的面前啊，所以众生心想伊，伊就现。啊，咱想佛为什么佛未现？咱的心无清净，佛是现咯，咱无看到。啊，咱想菩萨，菩萨嘛现咯，所以。清净心重要啊！只要有几分的清净心，就会看到。想看六道，六道现象，全部拢互你看到。拢总伫面前啊！啊，都是法，诶，离开上是讲无诶啊，无任何一法诶离开上是讲也存在，无这样道理。那上是讲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上是讲太大太大了，无把它想象诶。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啊！不可思议，无办法去想。不可议，伊是言说，你讲未出来。啊，伊无边际啊！中国人咧讲，其他的无归，其笑无类。
这个话伊是安怎会讲会出来呢？这是佛的境界啊！菩萨是八地以上啊！啊，八地以下是讲未出来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咱老祖宗古圣先贤里面，是毋是啊？有佛菩萨来实现的呢？啊，咱对理想来讲，决定讲得通，是佛菩萨来实现的。中国人真爱圣人，那就应以圣人心啊，你得多加，就现圣贤立为说法。哎，讲的是相通的呀、啊。啊，大学里面讲的三公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救济先，这讲什么？助先啊！啊，明明明德，以前李老师跟我们讲的，明德就会用你咯。为什么要有明明德呢？明明德。说明这个德不明咯，没咯，明德就是自性啊。佛陀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都要恢复这个明啊。所以明德是一个名词，顶面那个明是动词。那明德是体啊。是自性的本体，清明是作用，清明什么意思？清明的写足笔呀，爱心嘛，自性来对第一点，都是爱心。佛家讲大慈大悲，中国人讲仁慈，所有宗教里面讲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真主爱世人，那个爱就是亲民啊。对一切众生，应定的大慈大悲，无分别的。后面呢，只有自性。嘿，都是智慧慈悲的大圆满。明明德啊，就是智慧。明德是本体，是自性。明明德是智慧。智慧自悲，只有自性。用今天话来讲，就是和和平。这是自性啊！啊，动体大悲，无言大慈，整个宇宙的和谐，啊，佛法里面讲六合，六合是自性，只有自性。家和万事兴啊！啊，大乘佛法带来
整个宇宙的和睦。这是佛陀教育最高的理念。佛弟子感悟了，要把这代志完成，只有自信。家己呢，三轮体空是只有自信，对待一切众生，可以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是只有自信。大众生才会得到圆满，那离究竟苦，究竟苦，所是。要到轮回，你还帮助伊离开六道轮回，伊就离苦咯。你帮助永生到极乐世界呢，伊就究竟乐啊。所以阿弥陀佛，和一切诸佛称赞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不是无道理的啊！无阿弥陀佛，咱是一点啊办法都无啊！唔免讲，咱啊感觉困难，诸佛如来拢会感觉困难啊。那边安怎呢？该在啊！诸佛如来当中，法藏比丘。真正感悟了，那净化这个大愿呐、啊，我慢慢成就了啊，只有自信呐、啊，只有自信是安怎来？合情合理，现在人讲合乎逻辑。伊也是去到一切诸佛刹土内面考察得来，也毋是老师教伊啊，也毋是家己胡编乱想的，实际上去考察，初林之长，下林之短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啊，咱来把这个经、这个、法门介绍给别人，才会讲得清楚、讲明白。为什么咱要学这部经？为什么咱连华严、法华、大经、大论拢放弃了呢？我倒转来要学这个呢？这个经就是啊，真正会乎你做到只有自信。啊，其他经论内面哎，当做教的啊，思想太难了，无听讲多一个会完成呢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正好的大师在要解内面讲呢，这是上界稳当。诶，最可靠一个法门，所以会当心定正觉，都无障碍啊。其他的当然更加无障碍咯。第八，心力自在，心力是神通啊。菩萨神通广大，威力难量。有世界中实现变化无穷无界啊！
真像文殊菩萨。变化一个去吃，帮助一份老的想，一份老的想，一年47岁，法官调五台山，三步一拜啊，对普陀拜告五台啊。用了三年多的时间，啊，这三年当中吃不少的苦啊，两摆啊，半边拢伫旷野，无人惊到的啊。这个时阵，性命交关啊，拄到一个乞丐。这乞丐来求伊，文殊菩萨示现呢。啊，金珠莲，金冰熊啊，乞丐四界咧走啊，无无定所，努力去拄着乞丐，看伊一个人，出家人，啊，辛苦啊！三步一拜，破病啦，无人咧照顾伊啊！伊去讨饭，来互伊食，去一罐草药啊，来医病。半个月日，体力恢复，伊个会当拜咯。乞丐就离开了。啊，经过一个月日，伊个复发了，可能是迄个病无对根本好起来。这个犯麻烦咯，无想到讲过拄到这个乞丐，真正有缘呐、啊！啊，乞丐个调用这个。恢复起来啊！啊，唔知啊是文殊菩萨，伊啊甲伊请教尊姓大名，两摆救命咧，救命的文林啊！问伊啊，住伫倒位？伊讲啊，我叫文杰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杰，文杰。但是五台山，伊讲啊，五台山的人拢知影我，伊会记得咯。拜到五台四处探听，是毋是文杰这款人，无人知影。也去寺庙内面拜了文殊菩萨，佮问大众，有人知影讲有一个乞丐叫做文杰的无？你们要创什么呢？努力啊，两摆破病啊，拢嘛是啊，救的啊。庙内底人甲伊讲，文殊菩萨啦、啊，伊才恍然大悟。这个代志绝对啊，唔是机会，绝对啊，唔是啊，伊老黑心。去乱讲的啊！用这白菜话来欺骗人，不可能。伊啊，写伫个伊魂老黑心的，你破来对。我是对泥泡顶面看到这段故事，真正有啊！伊分好一些泥泡顶面的，
我也搁听到一个啊，我的寺庙，就帮到先生的夫人，空见性里了后啊，我学校解散了，学生个人啊，等于完结。啊，阮校长，伊是江西人，伫江西省担任教育厅长。伊伫南京有厝，迄、那个厝我捌去过，是三套四合院。入去大门。是真大诶埕，就我真侪啊！啊，第二个四合院咧，是伊啊接待诶宾客所在，后面第三层就是徛家所在。寺庙甲我讲，有一工。有一个和尚来引导来化缘，问伊讲是倒位咧，伊讲叫华山，啊，你要来创啥化缘啊？化啥物？五根香油啊！因厝内有，毋是无啊？迄时阵完全无相信佛教，无可以啊，无可以，这和尚就走了。走了后，伊感觉非常的着惊，因为伊啊，两顶的这个顶里啊，迄门啊拢关的啊，无人开门，哪会入来？走了后都无看到咯，门啊可是关掉的，啊哪会出去呢？这个代志啊，可以啊，啊想无想几落年，啊来台湾了后，住伫台中，李老师定咧讲经。因翁仔无两个拢去听经，听几落个月啊，甲李老师学佛，真谦虚。家己啊，请地主，就甲即个代志啊，甲李老师讲，李老师甲伊讲，迄是啊，地藏菩萨的化身啊。你这只好有会咯，五根香油无穷用啊，所以逐工伫厝内拜地藏菩萨、念地藏经，阿明不可思议啊！哦，好啦，真难得啊！往生的时阵，黑化300多粒的舍利。这嘛，互阮在同学当中，真侪毋相信佛的人，啊，拢相信咯。真诶啊，毋是假。神通变化，威力啊，能量，拢嘛是佛道有缘诶人。地藏菩萨伫迄时阵甲伊实现。啊，两年了后来台湾，拄着李老师啊，这台就明白咯。啊，一生修行非常认真啊。老师夫妻啊，两个人啊，阮这学生，全体学生，无例外。对老师的扶持啊，感恩戴德，因为照顾阮这流氓的学生，真正比父母照顾也搁较周到。伊家己的囡仔真多啊，摆伫后面，学生放伫头前，学生是第一优先。
因艰苦的时阵，你苦心的，父母拢伫的。人流亡学生，无人照顾啊，父母兄弟拢散去咯。恁偌幸福呀！还有一寡救济品啊，送来学校，先分予学生啊。剩落来也有诶，因才有分；无剩落来，因就无咯。老师大公无私，我非常感念。迄、那个时期，老师真正亲像父母共款，每一个老师对阮诶照顾拢非常用心。同学。比亲兄弟姊妹情也搁较深，大同学啊，照顾小同学，真正是叫做患难之交啊！地教的法主宰，菩萨得到大辩才，无诸法中广演说无边法门，无种无碍呀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无理未通达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啦，拢嘛是啊，对啊，自性流出来。啊，你见性咯，你无障碍咯，智慧的灵上好，拢是自性本来有诶，未当向我求啊！啊，现在人拢向我求，向我求就造业啊！啊，看你用什么心，你用的是善心做善业，用的不善心，都是自私自利，就做恶业咯。啊，外面这些资源，咱想是有啊，其实是假呀。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啊。啊，凡夫确实唔知影事实真相。如果那是知影事实真相，伊也都袂去做唔到代志。所谓物质现象，现在两组的学家证实了，拢总是念头。三星出来幻想，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啦！那生灭的频率如何管呢？弥勒菩萨跟人讲，一秒钟2100条掉在面前，啊，那那妄念无敌啊！无一点啊感触啊！啊，啥来感触到呢？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可能有一点啊感觉呢。但是呢，无清楚啊！啊，真正感觉到的，但是经常互相讲的，把地以上，啊，把地，啊，佛鼓励了真君咯，啊，地家尼管的地位，啊，就是讲，这深的。禅定当中，你才会去看到。
把地看到了，就亲像科学家在仪器内面看到的，伊无仪器看袂到啊！把地菩萨无啥仪器，用目睭就看到了，耳孔就会听到。啊，物质现象对对来，对念头生啊，证明咯，这是科学家证明的啊。佛经讲的无错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咱的心念头一转，境界就转。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菩萨的无量辩才，辩才嘛属于德能，拢总是自性内底具象的。啊，既然见性了，性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由自性生的，所以见性的人，有一切法无未明了的道理，无需要学啊。自然开悟了，人无问唔知影，一个问拢嘛知影。无障碍啊！这是事实啦。不过今仔日，咱甲别人讲，咱唔相信啦。哪会讲无学就会向你呢？天开无这种人，天开有啊，有罪，你唔捌看到。啊！伫坟墓内面，头一个甲咱表演的咧，释迦牟尼佛啦。啊！咱伫经典顶面看到。释迦佛十九岁，放弃王位继承权，放弃宫廷的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伊就去出家了，伊去做苦行僧去了。啊，这个表演，大神讲的二将啊，第一个烦恼将。以放下烦恼障，也以代表是社会大众内底数量上最低些分子，广厦道门，以去参学。印度是宗教之国啊，是铁黑的王国。也伫迄时代，智慧宗教。印度是世界第一的啊！伊都一家拢嘛去学艺，学了十二年，为会当解决问题啊！就该放下，这放下什么？所执障啊！执障放下了，放下所执障。到比巴罗修卡去打坐，去立定啊！在定中，也道明心，大彻大悟，开悟了。开悟了后，伊就教学，一生
刚经三百五回，说法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说出的一切法，今天你结集做经中了，流通啊，在中国小部分，因为啊，那个时阵，不要经真高，分量啊太大了。交通工具拢无，再袂叮当啊！刚到中国来的无罪，天宗大师团的上罪，有一个美队退来排经书，也是啊精挑细算。但伊开多了一千外贯回来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经典呢，我哋都会学来。一个都无啊！无论是大部经、小部经、论典、概率，拢是对伊讲出来啊。没人介意啊。说法自在，这个不一样啊，咱来记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地会得灵，包括这个啊，辩才拢是自性来对本来有的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启发自性，把自性的物件切出来，因为完了啊，自性外靠拢无呀。那自性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清净啊是小行，平等呢是大行。啊，迄个觉都是智慧。小乘开小智慧，大乘开大智慧。佛陀教育目的呢，就是开悟啊。中国古人讲：“读书千遍，记忆自见啊，注重在自见。”啊，是不是老师教你？老师不免教你。老师从什么呢？老师就是督促你，一遍一遍的读，读到最后，你也是明白咯。你讲给老师听，老师听头对，啊，这就毕业咯。啊！你所看到的，跟老师所看到的是一，不是你，无错啊。心如清净，看起如透铁，看起如阔如深。啊，老师啊，是学生的好榜样。学生读书，老师嘛在读书啊。老师修什么？修定啊。所以唔通求解意思，一求解意思无定咯。定生慧啊，唔是胡思乱想的生智慧，那是未生智慧啊。啊，这种方法，佛门有，大乘有。中国老祖宗有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一个接触拢欢喜啊。为什么理念拢同款呢？啊，一门亲力当时分修，你定咯。啊，方法呢，读书千遍，记忆自见，一千遍未开悟，两千遍，两千遍未开悟，三千遍。那定了
就开悟了。小丁小悟，大丁大悟。铁地开悟了，那是大铁大悟。大铁大悟拢知影咯。能力这部经，一切经拢通咯。任何典籍，有记无有记，读记无读记，拢把一点啊障碍拢无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每天有偌济人向伊请教，伊啊，甲人解答咧，拢无有记啊。这咱来知影。拢总是对自性流出来，妙极咯。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中，最有代表性的东条禅宗慧能大师，唔爱字啊，无读书啊。所以先是这错茶呀，少年家有困难啦，去山顶错茶，这拢嘛是用努力咧，赚一点啊，这个生活费呀，茶买去，提这个钱去买淡薄啊米呀、牛食啦，等去厝里去供养伊个老母。一天若无工作，一天都无收入，卖茶，阁卖水，这两种人，两个行业，即卖拢无咯。空闲时阵有，空闲时阵我住伫福建，住伫建澳，建澳是北面的一个大城。无自来水，水有人专门打水，打水去卖；有人专门去打茶，所以茶水大家拢需要，大家拢爱去买。迄个时阵我记啊真清楚，阮这水甲茶呢，拢嘛是包好一个人，伊每工送来。我的需要量伊每天拢送来，大概都是一个月付一摆钱呀。林大师就是做这款的，伊开放了后，伊先生开悟。咱袂当无讲到好多，也伊无学佛，唔知影佛法，孝父母，老爸无伫咧咯，就母亲一个人，跟伊老母相依为命。抽查，买去了后，摕到这个钱，买一点物件，赶紧等伊出来去。为伊老母，这是孝子啊，尊孝啊，心地清净，无染污。无欲望，无贪嗔痴慢疑啊。这都是伊的烦恼障轻啦，这个听得明白。买茶的时阵，
伊未去一个客栈，迄个时阵客栈无大，一个客栈最大啊，不过是几间房间。招待人去，大概迄阵小客栈，会当带二十个人都未歹咯。带客栈的人也无多啊。啊，听内底有人伫咧念经，迄时阵窗也无玻璃，也是纸糊的，纸糊的。阮伫睁开时阵带一只茅草棚，窗也拢用纸糊的。抓过的听到声音，啊！伊伫外面听到，伊听有咯，啊，愈听啊愈有兴趣，听到伊念完，伊就甲敲门，甲伊请教，你念什么物件？念甲真好啊！伊甲伊听呀，讲互伊听，这人感觉非常的着惊，啊，真正听有啊，都没讲你讲是错查未查。啊，这个人啊有神棍，啊，这个技术嘛真了不起啊，真正是修行人，也捌人啊，这个、人真正有神棍，马上就发心要帮助伊啊，希望伊去合作。因为去接受合作的教会，一定有大成就。啊，了解伊家庭环境，送伊十两银两，十两银两的伊是一年拢赚未到，不可能啊！十两银两迄个时阵会当开一店嘛？啊，找一班合格的同修，照顾过伊的老母，甲伊讲。您家的老母阿阮来照顾，你放心去学道，啊，一定会成功啊！人缘成熟咯，啊，一定会。让咱看到的，老实听话，认真的做，我做机分配伊啊。伊是错查，未查出新的啊！伊去对房内面去精密破查了，从老本行啊！哇，背过去，背过去，咱看到啊！伊老实听话，啊，未去四处乱看。庙内底迄个时阵，差不多将近有一千人的款，真大一个寺庙。伊袂四处乱走，伊就伫对房啊。所以啊，寻求迄个机到底倒位，啊，伊毋知伫倒位，伊要找人带伊去看。这就是讲，伊个范围真细啊，伊心真定，伊袂四处乱看。啊，所以心是定。伊啊，每天做诶迄个生活，哎，就是咧修定啊，迄叫做参禅，伊毋是伫禅堂。禅堂诶人无一定是真参，伊伫对方真参。谁人知影？老和尚知影，我做知影，伊知影。其他无人知影，所以我做估计啊，伊也差不多开悟咯。这才宣布要传衣钵，啊，叫大家来做一个记啊。那你看，大家啊，拢嘛是看重新秀，恁的新秀啊，绝对是第六代祖。然后伊是五祖的祖教啊，五祖初一人真多的时阵，新秀接胎，代替老和尚去接胎啊，解答问题啊，所以无一个人敢去做记，三工拢无消息，新秀也着急咯，
先要家己知影讲，大家为什么唔肯听这个计呢？拢是为着伊，为着伊啊，一定要去做计才会用力啊。做出来了后，佫无把握，歹势啊！好啦，看到无人知啊，大家别下令。如果五总啊赞叹呢，啊，就出来承认讲是我，是我做的。那个五总讲未用，那就刷去咯，唔免讲话咯。啊，这个故事单经顶面啊写个真清楚。啊，这首剧团开咯，林大师听到了。心内啊，真清楚，非常谦虚。那叫大家带去迄个祭的迄地，慢慢去拜拜，敬敬神君啦。啊，拜完了后，伊讲我嘛有手记，啊，恁倒一个人写字啊，帮我写去。这首记甲新秀的盖咯。啊，新时菩提树改做菩提本无树，心是明镜台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伊也是时时困佛色，无处惹尘埃，改咯。大家其实非常的着惊咯，我做听着了后，赶紧甲切过来。伫个草鞋解切掉，无开我，无开我，大家就平落来咯。啊，当你咧下晡去巡寮，啊，巡寮是风中和尚的代志啊。大概每半个月，都是规个环境，伊拢去看一个，视察一个。这孙了啊，就孙了，无何人知影。去对方啊啊，看到这林大师啊，伫咧整理，问伊讲秘色未？伊咧讲话，别人啊唔知意思。林大师讲了早色了，早就色了，啊无台啊，又欠台啊滴，无台啊，台了都弯弯咯。这个态度是印证，老早啊都开悟咯，无人甲伊印证，这叫印证。然后和尚提着拐啊，伫对上卡三下就走去，这就甲伊讲三更来见我。啊，偌侪人看到完全唔知影。只有啊，因两个人心内明白，阿弥三经啊，诶，风中色，上门来对拢无穿咧，一个杀到你去了，看到老和尚了，老和尚啊，非常欢喜，用袈裟给伊围起来，惊别人看到，给伊讲金刚经的大意。讲到应无所住理生机心，伊就讲出五句话。这五句话讲出来，老和尚讲啊，好了，唔免搁再讲了。伊把赶紧啊提起，赶紧走，船拢准备好了。老和尚送伊上船啦，啊，要去倒位咧？往南方去，你对南方来，转去南方啊。你看十五年啊，你的拉人队来的十五年，为什么这道障碍？啊，像当迄个时代啊，中国的佛教是黄金时代啊，拢有都这大的困难。啊，往现在，啊，现在未当修念了波罗蜜。为当啊，吃这个苦，都
都未成就啊！啊，家己成就，方法而生，拢得爱有真大诶耐心。爱有啊，先较方便，爱有智慧。那一切为众生，无一念为家己啊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。换一句话讲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，智慧会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从今而后，学佛真正会成就的，都啊，信愿持名这个法门以外，其他拢是困难。为什么？都爱断烦恼啊！也都爱修炼修气啊！啊，六根伫六尘诶境界内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啥人做会到呢？不容易啊！辩才无碍啊！要家己想要学，无一定啊，你会当去学到。那你若真正发心，下己为人，现在说法的人太少了。你唔惊辛苦，唔惊艰难，会当忍辱，会当啊忍苦，佛菩萨加持你啊！啊，弘法的人愈来愈少咯。啊，什么人弘法的啊？这个、人，啊，这个人真正会帮助一寡可怜众生，啊，佛菩萨给伊安排条件拢足好啊。就那海贤老和尚、海清老和尚，拢嘛是啊，佛菩萨安排啊。第七，地主宰。菩萨智慧具足，为念中明显如来之实力无为啊！心定正觉，无障啊，无碍呀！智慧自在，智慧是自性内底本来有诶。华严经上讲得真好，咱要相信啦、啊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德是德能，相是相好，众生甲佛拢共款。佛用阿弥陀佛做代表，阿弥陀佛无量智慧、无量功德，有了世界啊，无量的上好，拢是自性变现，是自性内底本来有的，
无这项物件是外来。啊，有时咱都得到一种结论，修佛是修什么？修心啊，唔通未记哩，唔是别项，都、就是啊，一个啊，真诚的心，清净心，平等心，伊就生智慧啊，伊就生慈悲啊，就生无量的善巧方便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有一句话啊，讲得真好。咱念佛拜佛是为什么呢？爱把自性佛拜出来、念出来，这就对了。自性佛拜出来，都是明心见性啊，都成佛啦。啊，咱做会到未？伊甲咱表演呢，会呀、啊。呀，咱啊，细心去观察这个功德。啊，应该是什么时阵得到功夫成片呢？得到功夫成片，有条件往生啊，伊就会看到佛。大势至菩萨啦，甲咱讲个啊，人人经常个话，也可念佛，现前东来必定见佛。现前都是现在啊，东来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咱看现在，现前见佛，得到功夫成片了啊。都这感应，好来甲你现身，或者伫定中，或者伫梦中，或者就现在头前，别人看未到，你看到咯，别人看未到，我来甲你讲，你修了未歹，你的寿命要偌侪年？等到你寿命到的时阵，我来接应你。定有讲，甲你受记了，你家己真清楚，知影你的名字伫极乐世界了，那像是已经注册了。还有什么呢？莲花顶面有你的名了。你伫即个发心，真心切愿，这部地中都一朵莲花。莲花顶面有你的名，呀，佛来甲这个信息甲你讲，这是第一次见面，假一般第二次见面，拢嘛是你的寿命就要到了。啊，佛来甲你约定时间。有三个月，有一个月，有一礼拜，伊会来通知你啊。要有偌侪工，你就会当准备。到时阵真正来接你去。到时阵是第三次，第三次是带你去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所以一般往生的人，拢会有三拜的见面。啊，咱伫传记内面看到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四拜，看到四拜，啊，海贤老和尚，伊是接受阿弥陀佛佛任务啊，这任务是表法，啊，咱相信伊第一次甲佛见面。应该是二十几岁，啊！伊二十岁出家，师父教伊这个法门，
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伊滴个念落去，啊，明白咯，阿唔通恭维。唔通讲啊！伊听话，一心修掉的。啊，这款的秉性，古比这款的条件，啊，这个条件啊，伊拢总苦叫。你看，老实听话，认真做，啊、这秉性啊。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这是德行。啊，有这款条件，我相信三年功夫成片，就成就了。有功夫成片，就往生。也有真正多人看到阿弥陀佛。要有生命，无爱咯。我即摆就对你，对你来去啊，佛真慈悲，就带伊去咯。啊，所以我相信啊，伊啊，功夫成片，肯定是伫25岁以前，啊，伊得着咯。啊，随心不乱，应该是伫30岁前后；离心不乱，应该是伫40岁左右。离心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。啊，我估计的应该伫40岁，都大彻大悟咯。为策划你的罪行主宰员工的条路。一刚到暗，欢喜充满，快乐无比啊，以前我的都以前我的叫做世界啊，叫做世界都在眼前啊。啊，那安怎会记个这样艰苦？是咱放不下，放下就自在咯。啊，放下，有一切法你的罪性自在，你哪会讲未快乐？啊，无像你唔知影，天上人间，处在他方啊，啊，无像啊，你唔知影呀、啊。啊，40岁我还没成就了，还等到112岁才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完全是为了众生啊苦啊！免他救伊呢，伊迄个模样就会救众生，没有言说。我再叫你看，你也看伊啊！啊，咱正宗学会伫美国成立的时阵，我有写一篇言记，言记内面提出五门的功课，正宗同学。必须要遵守我们第一就是正业三好啊，正业三好三条是咱学佛最高指导原则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习善业。头一条啊，人天福报啊，
呀，连天福报都拢无，你哪当成佛呢？哪当往生？往生啊，都是成佛啊。所以呢，按你这条头前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都是伫地主规。把地主给做搞了，那这两句都完满了。诸心不杀的都是的感应篇，太上啊感应篇，就是十善业都是的十善业道经，我甲叫做三个君，如来君、地主归、如来君感应篇、佛来君十善业。啊，最高指导原则啊，有这三个根，安怎修都未成功。啊，这三个根再稳了，搁再提升，修持三规，故作众戒，不含威仪，就行。啊，众戒，我戒，十善。故加三昧六义有够了，啊！记起这个李老师教导阮，要四等戒，四条等戒，未当无遵守呀！啊，《环梦经》内面有两句：不做国贼，不谤啊国主。啊，《优婆塞戒经》内面有两句：不劳国事啊，不犯国罪。啊，古著这个戒就好了，然后就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，戒定慧三合拢总在其中啊。啊，这是啊，最高指导原则啊。啊，第二呢，要好敬啊，啊，好万事兴啊，见好动改，改好动修，心好动住，口好无争。一合同一，二合同君，坚持遵守这六条，家和万事兴啊！啊，有三合啊，他一定会三合，一句佛号圆满具足，啊，三合拢在其中。啊，六波罗蜜，菩萨六道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不舍，啊，拢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拄到因缘现前。啊，都做啊！然后后面一条，最后一条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对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。啊，修十大愿王嘛是伫即个故阿弥陀佛妙经咯，而且法门无比殊胜啊！啊，拢总伫即句佛号顶面啊，即、这个六道啊、十愿啊，都得言都爱做啊，无言唔免去吹。啊，随缘不攀缘呐、啊！啊，
特别是是原来对头前的两关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这啊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啊，诸佛啊，甲如来呢，意义无同。诸佛对上上讲，所以啊，礼敬来平等，不着相。啊，如来对性相讲，性相就有善恶咯。咱称赞伊伊个善行，善心善行，咱啊称赞；不善的无称赞。啊，这个都无讲哦。啊，只有礼敬呢，伊啊是好诶，这个啊出家人，啊或者是真好诶在家居士，啊咱称赞伊。伊那是不如法，不称赞。未当无礼敬，礼敬你不赞叹。华严菩萨教人去教啊！啊，经文呢最先主宰，应如华《华经》，无功为法王，无法主宰，这是究竟圆满的主宰。黄岩是十主宰，啊，咱哋即地好话，黄岩十主宰，何闻最圣，无比殊胜。然后面呢，谛听为说，阿难谛听先思念之，何当为汝分别解说？诸界内面，诸下世尊复说，并特令阿难谛听，就是细心来听法。先祖思维所闻其理，尾后一句我同为汝分别解说。别书啊，到这地呢啊，圆满咯。后面呢，五念路非常慈悲，要开始啊，咱下一堂课啊，刷了来学。